噔噔噔，六一大不大？大。大家好，看到烧烤炉子已经准备好，也已经点上火了。两条肥美的野生大鲤鱼，是蒙县人撒到的，雷哥撒到的啊，昨天开挂了。还有你。六一，想吃烤鱼不想？想。好大。大。今天啊，咱们就给六一烤鱼吃。我呢，第一时间把鱼给整理出来。也确实啊。雷哥，你的烧烤技术也该练练了。对，我去蒸鱼。好 ，OK。雷哥，走蒸鱼去吧。好，走。你别说，这方面贺子写三枪。新发现的，我赶紧带上啊。这都没弄了，你把它盖倒了吗？你只要叫鱼鳞给我摘好，其他的没你事了。没事嘞。哦，吃可以。六一这俩，六一想下手，六一动手不动啊，不动。盖好岛的鲤鱼，腌制，姜末，青椒丁，松花，盐，调料，最后这个秘制酱料，你知道吧？蚝油、老抽、料酒。这得腌制多长时间啊？这个腌制十分钟。一看这是专业的呀。那这个鱼烤上了？对。这个烧烤的要领给大家说一下子呗。以我多年的这个烧烤经验来说，首先也有毛巾搭上，再有一个伞。冬天也搭毛巾呢？不像。这个烧烤。好吃不好吃，一部分原因是材料，另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主要的食材，只要是它足够新鲜，咋做都好吃。比如这个羊肉串，新鲜的羊肉串穿上以后直接烤撒盐，好吃得很。雷哥，你家还有羊肉的吗？没有，有鱼，你一会儿吃鱼吧。现在是第一步，把表面的水分烤干，刷油，这样的话油才能更好的进入这个食材。专业啊。哎，专业烧烤30年。你别雷哥，昨天再看着豆豆不来啊。滋啦滋啦的啊。或者你想吃那个老的还是想吃嫩的？我想吃老嫩适中 ，OK， 撒盐。不是，我没学过啊。少撒一点，因为刚才那个腌制的时候脏了点。快出来嘛，雷哥，你的意思是？哎，对。快速拌，自然。你看我这撒的是不是有那艺术性？有。自然一定要烤一下。香不香？现在呢，雷哥继续烤第二条，我和刘毅我们两个先品尝一下，中不中？中。我给你打个六一啊。香不香？香。鲜嫩可口啊！你要刘毅气的。我来，大爷倒。叫大给你倒啊！不愧是专业30年烧烤老师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烧点儿呀，烧的。一龙。龙，雷哥，你发现没啊？一个烧都该大力支持你撒鱼嘞。上次网不好吗？哦，不是差不多了，中了，快好了。我还是烤鱼吧。嗯。